是我呀，好久不见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我吃啥子？新年第一餐，最爱的番茄炒鸡蛋。哎呀，这个是我过年了挑食回去拿的，奶奶做的烧饼，话不多说，骚。这个不说啊，老顾客啊。哇，真的是看都肥，吃的脸都不肥。第一个，哇，哇，真的好吃。还是放在一锅豌豆吃安逸啊。想看我啥子？评论区艾特我。